人中白呢？清热解毒。哎，人中白该不会就是人即使白便，对不对？人中白该不会是人大便吧？希望不是。哎，你们可以讨论一个答案，这是我不会放水。我也希望大家认真的。人中白哦，也是一个哺乳类的原型物。哺乳类的原型物，对啊。长怎么样？我没看到。长怎么样？看到。你也没有看清楚了。哎，我有，根本没看到。啊，我知道了。啊，我知道了。我大概知道了。应该是什么动物的骨头？对，骨粉。把它修，把它这样子用。是骨粉。但是我不会放水，所以你们讨论一个吧。对，我想看你们吃黄连的样子。等一下，十秒。好，你就猜是谁的就好了。八。我还要猜是哪个动物？打六，这就很难嘞。五、四、三，我没概念嘞。二、一，好，行，我只是觉得，居然是人中白是骨头，你要不要拿一个比较好的弹装起来？可以。燕磊啊，开玩笑，哎，人中白。猜吧，猜。你去这么多地方，我去那么地方，去的地方不见得都有中药。好了，猴子，我知道，别，我知道，猴子，猴子。猴子吗？猴子，人，好了，人，人，解答，解答，很有可能。什么？人猴？啊啊？什么？人猴？啊啊？男童的骨头？男童的那个什么尿尿？尿尿哦。收集男童的尿尿之后啊，然后那个什么，它里面会有钙的，对，会尿里面有沉淀物嘛？童子尿就对了啦。对，是 virgin。你如果真的需要，我有两个儿子啊，我可以请他每天。哦，他们也可以，对，他们也可以制造人中白。对，好，惩罚时间啊，惩罚时间，吃。为什么他吃？我也不知道。自己来啊，他自己就吃了。自己来，我吃。有回甘，真的会有回甘，真的。什么感觉？对啊，他一开始入口的时候带点苦味，但他有一种清香的味道。但是你已经讲话讲到快变成对啊，对。然后你吞了几口之后。开始回甘，对啊，而且口气会很清新。各位，我们还有一人一个，你们还有一人一个，对吧？还有机会，猜出就来了。这个是蚕沙，蚕沙，对对对，这这么明显，那就是蚕的大便啊。对，答对了，对啊，蚕沙。老板，老板吃吧。不是啊，你刚好碰到我对中医中药有些许的研究。老板，吐舌头一下，吐舌头。哟，哇哦，哇哦。老板起冒汗了，他都留下。这个角度，一个你在冒汗，可以了。好，下一个夜明砂。哇哦，夜明砂，夜盲症。对，在以前有夜盲症的人，他们会使用夜明砂。不过还是要给中医师确认之后才能使用夜明砂，也可以闻。可以吃吗？不建议吃。对对，不建议吃，不建议吃。No。对。你在爆料。其实中药只管有沙这个字啊，都是什么东西的大便？对，夜行性动物。夜一定是夜行性动物，而且它在夜里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，所以它就可以治夜盲症。那不一定，对不对？它是停的。哎，我帮他说蝙蝠，哎，但我在想有没有可能是飞鼠？哦，飞鼠是真的。飞鼠都吃了很多的中药材啊。好，那你们还有五秒钟。飞鼠才。我觉得我们刚刚两个讲的其中一个一定是，因为他是对，你们还有五秒，还有五秒钟，快点，答案给答案了，给答案了，说错了你就吃，对，快点，我想看你们吃黄连。蝙蝠，好，蝙蝠，正确答案是，正确答案是，真的是蝙蝠。Yes， 老板，你准备好了？我就赌一把嘛。你们真的太厉害！哎，我们跟老板最后一把赌四根，好，好，四根。那如果他出油虫珠，我们猜错了，我们就吞。对 ，OK， 看一下油虫珠的功效，各位。最难猜啊，这哪是这个？我之前听说，听老人家讲过什么东西可以消胀气，我现在脑子一直想不起来。它有一个木头香味，你闻它有一个木头香味。木头有。虫吃这个对，然后再把它吐出去，是一种虫，是一种虫。我觉得是白蚁，白蚁，所以你决定一下。我决定，我们的命在你手中。你说白蚁哦，我觉得有可能是白蚁。好，是，好吧，就白蚁吧，就白蚁吧。那我要公布答案喽。好好，请公布。蟑螂。蟑螂，不是蟑螂，油虫，很
细，因为蟑螂油油的。对，而且是拿最小的，超级会火的，是真的。对，超级会火的。对，你看我已经流汗了，有种清香的味道。Oh my god， 清香的味道。哦哦，好酷哦！你直接用咬的，有没有？你会很不敢吞，因为它一旦碰到舌根就苦了。嗯，对。我是从舌头。哦。对，刚老板终于笑出来了。对，我看到你们四个太开心了，所以再苦我都吃得下。哦哦哦，解药，解药，对，那是解药，现在解药。Oh my god！ 哦，终于有善心人士了。Oh my god！ 哦，对吗？哦，很辛苦了各位。酸梅汤嘛，这是酸梅汤。哎，对，解决了。你们自己做的？对啊，我们自己做的。对，没有加糖哦。我跟你说，我哈进中药行，我只会买两种东西。嗯，一个就是酸梅。一个呢，胡椒 ，Yeah， 一个就是胡椒，中药行的胡椒跟在外面的胡椒完全不一样的，对，对，现磨的新鲜。胡椒回去做菜，中药行的胡椒 ，Oh my god！ 所以你可以喝了吗？可以，当然可以，干杯！对对对对对对，哇哦，味道很赞啊，而且还没加糖，哎，好喝哎，好喝哎，好喝哎，而且它超配中药，对对对。我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，不是每一根啊，再配一根。你要觉得酸梅汤好喝，对不对？你一定要先吃黄连，你只要吃了黄连，你会觉得这酸梅汤是你前所未见的酸梅汤。生命中，我已经吃了，我已经吃了。香灰跟黄连挑一个，黄连啊，真的黄连比较好，不要吃香灰。肉肉肉。这是那你就吃我香灰了。导演，你这个时候要站进来说，哎，我们赶快下一趴嘛。导演要跳进来说，你要吃香灰还是要吃黄连？赶快，你吃完我们就下一趴了。我吃一个你就吃一个，干杯！我先干为敬。没关系啊，你不吃没关系啊，没有关系啊。对啊。聊。哦哟。哇，好脆哦。没有，你要把它含在嘴里面，你要细细的品味。那很苦，要命用的。走走走走走。不够。可以啊，可以哦，可以吗？姐姐吗？我觉得可以，你可以吗？哎，当然可以啊。可以哦。对。你好。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那个，我们是请问今晚住谁家？哎，是。对，然后我们刚刚经过这边，然后有一个就是戴个眼镜、胖胖戴个帽子的，他应该已经先跟你沟通过了。有，我们今天刚好有需要，你们可以帮。是不是？我们会走进来，绝对不是没有原因走进来，对吧？找需求，找需求的。对，我们今天刚好有两间的亲子房，需要你们特别细心的做打扫。打扫，亲子打扫，没问题。我们说的是打扫，不是大扫。妈妈还有什么 BB 的？打扫有比赛，有比赛，有比赛。对，那这边需要可以帮我们分两组。是，你分两组，我分两组啊。对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有关到于你坐下去以后会不会舒服。真的吗？你是暗示我选你吗？除了我以外，你都能选。除了你以外，我都可以选。对，都可以。我今天有跟你搭档过。有。好，现在换跟你好了。好，没有问题吗？可以。都可以。哎，你真的是不入乎轩渊的父子。当然，当然了。哇塞！你直接选他。没有听说过富富得正。不然他会选。没有，你看起来就很正啊，你为什么选一个很富的？我已经我这个学者啦。不要想说这个可以做过嘛，那换这一个，对不对？哦，我为你的勇气掌声鼓励，不错哦。大家拍手。我选错了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是对是错还不知道，要等你进去做了以后。我相信你啊。可以，可以，好，好，好，接下来好了，那我们呢？那我们分好组之后，我们现在就准备直接上楼哦。好，上楼。对，直接上楼。走，走，来，好，开始工作了吗？开始，开始了，开始。雅芳，嗨，你好。雅芳，雅芳，雅芳，嗨，你好。这是我。不对不对，在左边。来来来来来，在这边。喂。我
们今天接受的任务是要来布置，他说布置小孩房，对，我们的亲子房，亲子房是。那我们的亲子房的特色就是我们用的都是德国原木的材料，那染剂的话是天然的，所以它是无毒的，所以小朋友使用起来都不用再担心它的一些状况。哼，我们需要怎么帮忙？今天我们准备了两车的玩具，那有两间房间要麻烦你们帮我们布置成小朋友要入住的。都不一样哎，对，都是不一样，不太一样哎。我们都有不同主题的房间。对，我先试探他一下，对，看给你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有，剪刀石头布。我布，你看，不要给他反应的时间，不要给他反应的时间。有差吗？15分钟，给你们15分钟的布置聊天吗？布置，布置只有15分钟。那我们还不知道怎么布置哎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去几号房？101跟115。好，对，比赛开始。预备。15分钟 Go！ 好，就定位了，就这间房了。然后东西要放进去，来，我们先放旁边。哎，这样好了，来，我们先看一下环境，超适合吗？要不要 Paradise？ 对，你看，真的也蛮搭哎，很搭，对不对？好，来干活了，走。如果我是爸爸的话，我应该会希望小孩玩的地方在我看得到的地方，对吗？哦，可以。小孩子玩的东西还真重。来，我们先放那边好了，先放一个角落。哎，这些东西，一大堆看不懂的东西。我觉得我要先搞懂这是什么。那这应该是这个吧？那这个呢？毛鱼。小雨，这个是跟猫咪玩吧？逗猫吧。好，那小孩子玩大概就这个区域吧。啊，这么多东西。这个是直接铺的。可是我们现在还做鞋子啊，这个等一下再弄啊。没问题，这个先拿走啊，我们先把这个搬走。看一下，哎，这是木头，也不能用啊。它那个是防刮的。小心，像这个，这小心磨雨哦。哎，我觉得不错，我觉得不错。哇，哎，这个好酷！哦 ，super， 超酷的。这怎么装啊？你看到吗？我们先设定我们的枕头的位置，帐篷就是很重要，小朋友会跟着在里面睡觉、休息什么。这里，这个角落，走吧。我们先来做帐篷好了。好，好不好？所以这是要放帐篷里面的吧？就是弄在这里。我们可以，如果我把这个放在旁边呢，这样大人可以看电视，然后小朋友可以在旁边玩。那我觉得很像是一个露营区的概念，就是外面里面是帐篷，然后外面是煮东西的地方。可以，我们先搭起来好了。OK， 对，研究这个地方，可是有点滑呢。那中间那个穿的是在哪里？奇怪，我们的材料就少了。怀疑隔壁组的会不会把我们拆了？那很有可能。你刚刚那个头在哪里？这个前面这里是帐篷，要在这个垫子上面，然后小朋友在那个帐篷里面，他可以使用到这个垫子， <Yeah. S 1> 好不好？没有用过这个吗？没有啊，但是我在家常常会被我儿子他们问：“芭比，这个怎么弄？”芭比，够哎，好哎，好可爱哦，是不是？是，来进去一下，进去。哎，其实位置还蛮大的。哎，我一个人都可以拆得进去。哎，刚好哎，刚好哎，好好，我就这样。这样还可以进来一个妹。好，就这样。进来一个什么？妹妹。喂。进来一个什么？我亲妹妹，我亲妹妹喜欢就是露营。你看，对。但是你看，妹妹烤肉，妹妹烤肉，烤肉。还有一分钟。好，看，应该 OK， 应该 OK。然后他们的椅子。哎，这是那个炊具，对，炊具的话就是属于是这个的，五、四、三啊，这是烤的。二、一，时间到，好，太棒了。快加入，快加入！请问今晚住谁家 YouTube 会员一起支持我们哦。坐在沙发上，把台湾彻底玩一遍，这样的梦想，我可以陪你一起。赶快按下订阅频道，加上小铃铛。请问今晚住谁家？赶快来订阅哦！